It's time to go back. 拿到你的戒指，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神。去。吞噬本源和他的引力波太相似了，对抗不了。就照顾他，寒焰附着，全开。鬼神，给我死！我的戒指能掌控一切火焰，本质上。这宇宙中热能的熵增熵减就不可能伤得到我，你看，掌握规则的我跟你这种半吊子完全不一样。被我的三色阳焰吞没吧，我会利用你的戒指掌握新的规则，成为真正的神。我和你不同，你自诩为神，小看凡人之躯，我要告诉你，就算是凡人也可是神。狂妄，就凭这些垃圾根本伤不了我。你掌握火焰，冷热都杀不了你。你忘了万物之源，熵增让万物寂灭，那用水引导万物创生。可惜创生太弱，在寂灭面前不堪一击。凡人的游戏该结束了。我还要带他们活下去，我还要救更多人。我怎么能现在就失败？就算被引力撕裂，就算被烈焰炙烤，就算今天死在这里，我也要让世界新生。必须击败你！啊！这是？这就是生的意志，你现在才悟到，觉醒，水之界。这是哪里？世界本源的西间，你的境界让你得以窥见一二。你又是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已经得到了本源之水。本源之水是什么东西？我只有创造之力。看看你的手。我的戒指。创造的力量，实质就是本源之水。你已经得到了他的认可，那就准备好迎接世界试炼吧。等等，我没搞懂。五大本源散落各方，只有集结他们才能重建世界。可是要怎么集结？要么拯救世界，要么成为别人的踏板，以自己修。等等，我还有问题。消失了。又是什么情况？你是谁？杨帆小朋友，今后请多指教。好。神水，大河之力，三昧地银为什么被化解了？被
击中我一瞬后就恢复过来，散发出了跟我相同的气息。在你惊讶的刹那，我已经接受了本源之力。除了我，允许还有其他人拥有。热能规则确实是宇宙本源之一，但是微观尺度下还有极大的物质在碰撞凝聚，这就是创造的力量。想学吗？我教你啊。你不配，不配在神面前放肆。你不是神，也只是凡人一个。给本座闭嘴，世界的规则属于我，世界属于我，我才是唯一的神。规则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不同。我们不同，我从小就与人不同。我是人们口中的天才学霸，我15岁参加高考，少年班毕业，21岁就成为硕士。大家都崇拜我，没有任何事难得到我。我是强者，我相信我可以让母亲醒来。末日，我看到了希望。星河让他有脑电波有反应，我建立组织会收取更多的晶核，不顾一切。而母亲也逐渐恢复，我明白这一切都值得。但这时普通的晶核已经毫无作用了，我需要更多更好的晶核，我需要掌握这个世界。我不会输，从小到大我就没输过，这次哪怕我和你一起毁灭，我也不会输。这疯子居然还有余力。天际线的光，划开城市的胸膛，也说归来冷眼看尽癫狂，秘密在说我该何去何往。迷失冒荒的世界，守护最美的天堂，正义是否获得最终希望，还是黑暗之中永世沉亡。 Time to go back， 找到自己， Face my destiny， 打破咒新的命运。 It's time to go back。